考试由我监考，任何小动作都休想逃过我的监控。还想用饮料瓶写小抄，雕虫小技。开始考试。小品这招还挺牛，可拖鞋上那点小抄能抄多少分？我就不一样了，嘿嘿，我直接催眠自己进入学习梦境，随便翻答案。你翻够了没？催眠这招够厉害，只可惜今天你碰到了我，给我去写校长。还是我的真心更厉害。小雪，你还笑？脚臭还穿拖鞋，影响同学们考试了。给我换上这双滑板鞋。